點啊 ，John？ 係，我試咗好多酒啦，你見到我試咗，都試咗廿幾三十杯㗎啦。啊，係啊，最暫時覺得澳洲最好啦。屌，你成日都話澳洲最好，我覺得法國好啲喎。澳洲温烈嗰個最好，我覺得暫時講。幾多分㗎嗰支酒？嗰支九十八，我講唔講嗰支？我支係。98分啊！不過我都值佢值100分，又高高飲嘅。你覺得值100分添？好，一陣我哋繼續。好 ，Angie 咧？我都係超級中意法國酒，法國酒我最中意。咁我想講咧149號出租Fontaine嗰個2014年嗰支酒好香，好 smooth， 飲落去直情好滑。同2017年咧，同嗰支酒爭三年。即係佢嘅年份，我覺得係即係做得好好飲，總之 good。OK， 好，阿 Keith 咧？1415咧，哇！你今日同個美女嚟喎、啊。試過幾支酒，即係幾個國家嘅酒。你阿根廷有100分，澳洲有100分，都係唔及法國嘅96分。即係果味完全唔同啊！即係唔同層次。同埋聞落去個香味都唔同。真係爭好遠，爭好遠。你澳洲法國酒嚟真係～你揾支再差少少嘅，我都覺得比其他國家係真係優勝，即係第一句係紅酒之王。哦，我覺得 OK。好，你個美女 friend 咧？149最好飲。149係邊個國家㗎？法國嘅。OK， 你中意佢啲乜嘢 ？Smooth 係嘛？飲落去滑係嘛？係啦係啦，有啲真係飲落去係滑嘅嗬。係，多謝你。好，第二個美女點啊？咁啊，108嗰個味道就聞落去甜甜地啦，跟住有啲果香味啦。所以因為其實我都試咗109嘅，佢哋係同一支酒，但係就唔同年份咯。一個係2019年，一個2020年。咁但係我就覺得2019年嗰、那個唔知係咪因為擺得耐啲，所以佢個味道就甜啲。咁啊，因為我自己飲酒咧就中意飲甜少少嘅紅酒嘅，係啦。咁所以我就比較推介呢一支酒咯。好，繼續。點啊 ，Henry？ 哇，呢個犀利喎！今日試咗一啲部分嘅酒未試曬啦，當然因為好多酒，但係咧真係去翻法國，真係點解靚酒多咧？呢只試咗，呢只係2012嘅 ，OK？ 咁佢就來自波爾多㗎啦。咁佢呢只叫 Pure 嘅名字，其實個味道係真係好，啲聞落係好香濃，真係知道自己飲緊紅酒咯。係啊，係咯，即係個感覺，即係有時有啲又聞又冇味，係咪啊？有啲咧又淨係得木桶味，你又唔係好想飲喎，你明唔明啊？去過試過。味覺同埋感官上都俾到你個滿分啊！ Yes. 所以咧今日咧冇錯啊 ，Cheers！ 我